雷总啊，雷总，雷总，爸，爸，超级爸，宝爸，爸爸爸，爸爸爸是在什么？爸爸爸，没有，就是战斗主角的作品怎么样？感觉？真的就是高手对上高手，很精彩。我觉得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你们那个声道的转换。那是谁的想法啊？对对对，那个是我想的。这个想法我好喜欢，因为它是在拉着我们走。我觉得是一个可能讲腻了吧，就是很高级的作品，你们应该也听腻了。谢谢谢谢。就是今天咱们各个国家语言出来，那我是不是该把我们的成都话编出来说？可以。我们成都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刚才这个作品就是那种哈，那种啊，那种，那种，爸，爸，超级爸，宝爸，爸爸爸，爸爸爸是在什么？爸爸爸没有，就是很厉害的意思。棒棒棒！哦，谢谢。我都想干过这只舞蹈啊，老些真的是好忙啊！啊，跟我干过老就喜欢的嘛，喜欢啊。特别是都像搿只动作，我都能偷讲，每个动作我都有喜欢个。啊，我有个两个头来唱这首歌，听不懂，听不懂，不懂话，不懂话。你这个真的需要翻译的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说的是浙江台州话。我下一组我就要讲广东话喽，大家注意一下。好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战斗刚才的中间的那个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我那里好喜欢，好性感哦，好棒哦，真的好好厉害，就是跟上一次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，两边融合的也更好了，感觉 Popper 们也放下了很多自己的东西，连上，我们在站。这是什么？对，我们赞赞赞啊！谢谢。就是我们刚刚都在讨论，真的很喜欢你们这个作品。谢谢。就是最努力的一组，我觉得跳舞这件事情就是这样，你付出的所有时间，其实都是能看得到和可以得到的回报。就是今天在舞台上真的非常棒。那我问一下在座主理人，其实抽到这个对手的时候，紧张更多一些，还是兴奋更多一些？我。说实话是真的很讨厌，真的是，因为大家夸夸我的时候啊，谢谢冠军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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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今天三个冠军呢，而且给我个麦克是小的时候有很多次比赛，而且我也输过很多次，真的是，那怎么可能赢？真的是，所以我很不好意思的感觉。而且我在工作的时候，小的时候的朋友看着我在工作的样子的感觉，有一点奇怪，害羞吗？害羞，对，有点害羞，有一点奇怪，所以现在也不想看他们，对，所以看这样子的，对，所以这样的关系里面的话，比赛是认真的比赛，他们是街舞，那我是准备作品，然后哎呀哎呀的这样的东西，可能他们是不做这样的。所以我是这样的，对，这么想的，对。但是我们很喜欢呀、啊，对吧？对啊，对，谢谢。就是喜欢啊。哎，